是真欢喜，唔知大家人有法度通体会到无？大家人若会当体会到，都会皆大欢喜啦，甲师父呢共同一种体会到道理，迄种会欢喜吼。所以希望人人啊，爱会当行在大慈大悲无量义，即正清净如琉璃，心无污染。修持不动起敬，与时时爱互相恭敬啊，感恩哦，尊重你啊，我爱你。这种呢，互相的敬爱，互相尊重，彼此感恩啊，这呢，就是表示咱的道心啊，已经真坚定，修持不动了吼。咱的道场呢，是咱的选择。所以那会当安尼啦，人人的心中一颗真好的种根，人人甲你接触呢，都会当受你所教育。那安尼呢，敢唔就是功行圆菩提啦？各位，师父对你未来的愿望，就是这个环境啦，就是人人心灵的道场，迄、那个。清净啊，会记你伫咱家己呢，就是净思法门清净道，咱也个要甲诸者众门推入人间路，所以普遍伫念佛提中，请大家人爱智慧，将咱的自性开发，咱的智慧会当呢成就大圆的境吼，那心无污染。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啊，同时祝福恁人人呢，爱真正会福慧双修。正言法师菩提心药十月，十月二号，清净智慧无量义；十月九号，德成菩提无量义；十月十六号，心心老人；十月二十三号，幸福人生不计较；十月三十号，调伏心情风暴。正言法师菩提心药每周六下午5点首播。